对，礼拜一早上不是啊，看他，我下说午礼要来拜看。天，问他家就的是礼拜猫。天来看啊，然后我上班完，你自己去逛一逛，然后4点再来找你。我起来逛，可以玩咪咪啊。随便啊，我还不知道能去哪里逛。玩匿名，玩猫啊。你要去猫咪咖啡厅待一整天。就那种兴趣都还好，而且我不喝咖啡。哎，可壮哦。所以没到咖啡也不行。我没有很喜欢去，我不喜欢人家对我太恭敬的感觉。有那种的啊，也有骂人的啊。当然，这样我会骂回去，不行啊。就骂。温蒂汉堡。温蒂汉堡。然后之前去日本跟阿宅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就快受不了，快疯了。为什么？就很不自在啊，然后乐基乐又在，还是要看他上去，硬要跟女仆跳舞，哦，你说他跟他们去女仆咖啡厅的，对啊，所以这样听得懂吗？他们听不懂啊，我听得懂啊。哦。我还要当翻译，就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才找我去啊。你可以乱翻译啊！他说你们都好丑。对，你就发的，啊，抱歉，我把他炸醒了。不用抱歉，你就自己撞嘛，不用抱歉呐、啊。因为我说是某一东西，某一东西哦，哇，他绕了半圈呢。他跑得快啊，所以很喜欢撞这种啊。特爱撞这种，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？你们很丑。啊，对。然后翻译回去就说没有啊，他说你们太过分了，伤他们的心，你们都出去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用出去？你们说。妈的，一堆台湾猪。对啊，我怎么记得我之前已经跟你讲过了？有啊，有讲过啊，台湾蛮猪久吗？了。还可以赚台湾五块，猪的有趣的部分体验。呢、还可以撞台湾猪，可以撞了。我没吃台湾猪。哎呦，北七哟！哎、欸，啊、红了。太痛了！爸，吃果实。爸，哇哦！哎、欸，啊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快走，快走！哒哒哒！噔噔噔！瞎了！
哪有一只草食龙在头晕他？啊，他被撞倒了，被吼到头痛。我在喝水。我傻了，可是你还是倒了。一颗重牙。我满血被摔死哎、欸！跟我刚第一次死一样啊！我想要撑得住就不下来了。导虫都干死啊！我走哪里啦？拍照哥。你是在家里先把它谱吹好，然后下来再把它打击出来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拜托不要。哦。哒哒哒。哎哎哎！买啦买啦！哎呀，啊走了！哎、欸，他怎么跑了？怎么奈斯说他快挂了？是吗？奈斯说他快挂了。奈斯放陷阱了。嗯，他用行动证明不想跟队友沟通。没有。哎、欸，那个大只佬，他跑掉了。哦，往下跳，白痴哦。妈的导虫！哇，有两只翼龙被吼死了。草莓真的太大颗了吧！过来，快过来！好，他累了。草莓爆干大颗的，走一下啦，吃起来有点恶心。哎、欸，他跑去找 Nice。腐蚀的翼龙，可怜！我准备开红了。是谁开红啊？啊，你怎么快死了？刚被撞啊！然后直接回家就好了，就懒得，结果回不了家。好了，有谁需要打什么吗？嗯？你要再打一只黑脚吗？够吗？我够了。确定好，不要到时候又不够哦。不够再打吗？很有道理。四八四，都是先预备打起来，要不然来打古龙啊，打零八一啊，不然的话要干嘛？先脱离啊！不去没了。哦，打到一颗心眼珠哎，果然血迹有差。哦，怎么是钢人族？
钢刃应该算好打的，不然没事。对啊。啊，我去厕所。还是优越觉得草莓上面的籽看起来像蚂蚁啊！天啊，好恶心！江庆伦啊，那你没差、啊，他在上面听歌，没有在看我台啊。他在上面听歌？哎、欸，刚刚在还在啊？哦，我没看到他。哎呦！布布，你拔变质量，你有没有吓到布布？干不是啊，我真的有存啊。更变装备。哎、欸，笛子的克制全部塞镶嵌吗？看你，我是觉得镶嵌比那个比较好，因为镶嵌到满是四格洞嘛，四格洞我就直接插骨笛住了啊，骨笛二啊。啊，或是他也可以插那个用那个属性的，就是比较好睡觉。谁睡觉？然后说笛子的镶嵌呢？笛子是不是全部塞镶嵌槽？看看你们要玩什么啊？分析是全部镶嵌啊，我不是，我是有彗星吸血之类的。因为我全部插镶嵌，我的这套就是刚刚好。对啊，玩法不同啊，他的那个不一样。嗯，更变。看你想玩怎样？外观设定，外观着色啊，怎么又变回紫色啦？确定，完毕。更变装备，还是我刚刚是直接覆盖，没有覆盖到，直接又穿的一样一套出来。应该是没有覆盖过去。是外观设定。好了，我确定这次是白色的了。好。白色洛克人啊。跟变装备。我可以拍我的装那个装、啊、目前装备给你看啊，真的是刚刚好，耐冲什么防音什么鬼东西刚好差，很完美哦。那我拍我的，我也有做一个捕食的啦，可是应该是没有他的那么好。哇！你是要玩捕食是不是？对啊。那可能佛系的捕食会一定会比我好，因为我都没有把洞刻上去。我是硬套出来的，另外一套比较攻击。没有回避不一定要啦，回避只是它是后面那个镶嵌的，我是差刚好差个结石，就看到回避我就选，看你要怎么打，回避不一定要有。我先去杀那只时间龙好了，躲在哪里？你们好了，我就进了。不然他到时候跑掉。好。真的吗？
巨魔之地参加。我还没开啦，我想你们都好了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在等他们、啊。我还没。对啊，等江江啊。那我去洗个脸。好，我想要去洗个澡。我洗澡很久哎、欸。要来一小时是不是？没有啦，59分钟啊。OK。没有，主要是吹头发吹比较久。当我吹头发吹超过一分钟，我就知道我该剪头发。之后再来看好了，因为有些珠子我没有。好悲伤哦。我的十珍珠有够少。悲伤的，悲伤的，没有。哎呀！银灯笼太高，不能再升上去。是哎，明灯笼太高，不能往上升哎，怎么那么烂？好废哦！啊，还是等名次出的时候他才能升。好饿哦。对，饿。我有在开五合一。准备开吃。哦，满意的雷剑一般的雷狼，一般的雷狼，雷狼，雷狼，我雷狼可以叫路上。算了，不看，越看越饿。我回来啦！回来了，哦，精神好一点了。哎呦，你们进去了吗？还没。好。都好了吗？都好了，我再开。酱油烤鸭。僵尸好了吗？好的。好，那我去开。嗯。干嘛？乱叫。没有，我打哈欠。你打哈欠可以像个正常人打哈欠吗？是怎样？我打完。还是你是哈欠打完之后才跑出声音来？我嘴巴张开，开开开开开。对。我进来了。好。我在一号营地哦。怎么这么久还在28？奇怪。爆桶也帮你们准备好了，跳下来的地方。出发。
马路，马路，哎、欸，怎样？这样跑到后面那个去，我把他，我怕他把他爆了。我来啦！哇，空中钩爪！哎、欸，我怎么歪歪的？没有，开。刚刚是真的意外，刚刚怎么知道腿那边摩擦磨那么快，就这样滑下去。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跟变道具箱，跟变装备。然后你当捕士，你会希望队友身上全都是快刺山，你就会有顺服的感觉啊！啊！咦呢？咦呢？这只灭镜怕什么？怕龙吗？好。哦。灭镜怕龙？是吗？对啊。对啊。我在想是雷还是龙？雷二龙。对，雷二龙。猫的防御大。猫的火床怪力是要干嘛？猫的故乡定时。你看，已经在酝酿他睡觉的情绪。臭臭有没有听到？这才是打哈欠该有的声音，不是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讲，你最可爱。我没有，我最香而已。OK。OK 。OK。可以已读。不能已读、no. 他，已读他会一直吵。哪里啊？脏器下面的。我到了，他在瞪我了。好，瞪回去啊。瞪眼。然后再就是看你有没有要帮队友吃那个啦，硬化药跟鬼人药。谁？你啊，如果或是你朋友有要玩捕食的话，因为反正这也是消耗品嘛，就吃硬化药大跟鬼人药大，然后真的很容易发动满足感，所以我就没有省。哇，哎呦喂！啊！你们去听那个音乐会的话，还没听对不对？还没啊。哦，想说你们不是说现场听会感觉很帅之类的？是啊，酸啊。嗯，然后戴耳机，戴耳机，然后插后面的耳机孔开始听。不是，那是飞机哦。那个也是现场没有错啦，现场在那边戴耳机。现场那个演奏人员就拿起光碟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大家一起听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样还收我3800？还戴 VR 眼镜吗？这样可以了吧？有 VR 眼镜可以了。你的 VR 眼镜大概就是随机让你挑一个，随机给你一个那个乐器的位置。你可能会在
其中一支中提琴的位置上，这样。门票上面就写中提琴位置哦，古位置，嗯，啊，首席小提琴位置，这个大概要卖5000块。那最便宜的是靠近厕所的位置，这样还要压？哎，搞不好靠近厕所位置比较贵、欸，都会想尿尿。然后 VR 自己带你去尿尿，你就自己在尿在那个加那个座椅上，被女生包围的位置。哎呦，卖10000块。哎呦，还要卖5000块？哦，嗯，但是有几率遇到 IBO。哎呦，对撞。钓到一个奇怪的鱼，奇怪鱼啊？什么鱼啊？讲啊！贪吃尾鱼，那很容易钓到、欸，你知道在营地附近都会有它、啊，有吗？有啊，你去11号营地啊，那边一大堆，那个我第一次钓的，那叫什么？大鱼种11号营地就有了。那边的贪吃尾鱼比震撼鸟还多、啊，对啊。11号不是6号吗？6号在哪裡？11号是里面的、啊。11号旁边不是有水？哦，不对，6号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是6号了。对，抱歉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，但我知道我在。因为我刚刚想跟你解释说，其实你也可以拔掉一个不必要的，就是快吃猪，或是龙好菇吧，龙好猪，因为龙好优点只有那个。青菇，青菇跟那个鬼爆炸菇队友共享得到。阿峰茄是只有自己吃吗？蜜药啊！哎，被他手挡住，等一下。有听到吗？你在跟我说吗？不是你，我跟江江讲话。吓死我！是吗？我跟你讲话啊。讲什么？就是说捕食装，看你要不要。就是拔掉几颗出来也可以。我说快吃，啊、快吃龙好可以择一。快吃就只是你就如果躲在旁边慢慢就喝水而已。啊，龙好的话是只有青菇跟鬼爆炸菇是我目前用到的。也不需要吃那个心跳吗？心跳太随机了，6个 buff 1/6耶。太逗。对啊，那第三阶是心跳跟谁？没有，是风茄跟那个鬼爆炸菇，蜜药跟抢走药的效果，就这个啊。抢走啊！抢走，那我可能还是会上去。对啊，所以就可以的话，就是我是都要啦，因为有时候喝水喝快一点也比较好，所以我才会觉得珠子难插。那时候才会找不到洞，就只差一个珠子而已，然后就克制那个镶嵌了。因为我本来想说之前哦完美弄出来了，后来发现是 HTT 提醒我，哎、欸、你怎么没到耐冲？我看了一下，哎、欸、干真的没耐冲哎、欸！哒哒哒哒哒，离子没耐冲太惨了，容易被断。对啊。不然就真的只能当个海鲜在旁边补了。对啊。然后就有人跟你靠腰说：“那不是笛子剑很强，你在那边一直躲在旁边补。”他妈的，干你屁事！哎。可以撞哦，不然他要开大。他刚刚定格了一下。然后又定格了。至于独孤跟那个，这个啥？星辰肉干，我会带星辰肉干啊。对啊，我有跟他讲说独孤我是不会带、啊，星辰肉干带就好、嗯。对。独孤是什么？我也忘了。独孤就是让你的。让你的红色血条
回血会更快，变成黄色啊。哦，因为我没带，所以我没记。哦，我以后不要跟你讲。因为这个效果，星辰肉干也是啊，啊，只是星辰肉干是可以直接把红色部分变成变满，把红色颜料变成绿色颜料，油漆桶直接倒上去啊。而且我本来就没打算记啊，而且还 把那个讯息定选了，你忘记啊？哦，他是要给别人，别人补是装黑哦。没有，他自己要的。你要？他有写我自己打姑姑是什么效果，然后把它定选了、啊。哦。所以我没记啊。哦。啊！如果你克他打算每次补一次就看一次，哦、没有啊吗？要真要补了，哎、欸，帮我补。我好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然后看到他打开那个猎人笔记有没有的动作？好悲哦，补血跟 buff 不一样，所以我会分开啊。有个会放在一起啊，就是刘展龙的那个 buff 啊，会降你防的东西。我一直说要设定一个快捷键，设定到现在还没弄。就是很怕大家帮我补一下，帮我补一下，然后吃了一个鬼人药。哎、欸，有粘着死的、欸。他口水，来不及。可以撞。骷髅头哎、欸，可以撞啊。撞死他！我来了。我被挤下来了，谁从后面挤下来的？可恶，我被从后面来，我还不知道是谁。我还不知道是谁。然后我刚讲的，如果你要客家一点的话，你就带麻痹菇跟客家鬼人菇，省一点。因为麻痹跟鬼爆炸菇是鬼人药跟硬化药而已，不是大哦，就是小的水。可是攻击力差很多、欸。对，差很多，就差超多的。建议还是吃大。反正你75%的那个、嗯、满足感，睡着了。对啊，睡着还是死掉？睡着，死掉了，死掉因为你喝硬化药啊，大跟鬼人药大，也要用快吃啊，不然你点头要点四下才能喝完，还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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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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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至于那个。还有我会带怪力种子跟忍耐种子，可以额外加防御跟攻击。雷狼龙，珊瑚。嗯。我朋友说。他吃完晚餐就去看电视，看一看就睡着了。好有既视感哦！啊？好有既视感哦！是不是某人也做过这种事情？应该没有吧？我拍一下我的道具栏给你看，就是这么满，很满啊。为您介绍，左上开始。好。后来反而我觉得粉尘，我好像只要带大粉尘就好了、欸。那个生命粉尘大就好，小粉尘我反而撒不太到了。我小粉尘撒到过，自从有大之后我就没再带过。我只要从因为。冰原出来，如果冰原出来的话，我要再塞一个那个啊，热影啊。
所以我就是把那个贷款掉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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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唉，实在不想打幽金狮子。打什么？力战金狮子。力战金狮子。对啊。HDD 不是缺素材吗？对啊。我以为你们在打，所以我自己去打。哦。没事啊，等一下江江就要去带人了。啊，至于笛子，你遇到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已经在打了，他在外面而已吧。哎、欸，我们走进来了，刚活出来就到了，真多痕迹。我们刚走进来了，哪里？我们先去播。哎、欸，让我们撞到，又是那个阿强，又被阿强搞了。帮我靠墙一点哦，我可能会摔他。过去吗？现在？哎呀！阿强可不可信呢、啊？可以啊，可以信一次。我就信他一把、啊。吐。有啊，那个尖。